喜欢的新品，然后还有一样收集起来的敲碗款的新款，还有混搭的一些上衣跟下身。我这一次的主题会比较轻松一点点，然后还会搭配一点。我知道大家秋天已经快要到，可是台湾还是很热，所以还是很多朋友都在询问比较轻薄的单品，所以我这一次会一起混搭。然后这一次新品颜色呢会比较明显一点点，所以我继续介绍给大家。因为我现在穿的这件呢，之前已经穿过了，因为之前看会觉得好像偏厚一点点，但这件卖超级好，我觉得可能是跟鞋尖的关系有关系，因为它还有黑色、奶白色。那我现在身上的这个是比较奶咖色，有点燕麦色的感觉，因为它是有点做鞋尖的造型，那它是做宽松的，它这个地方袖子也是偏有那种五分袖短袖的感觉。好，往后推给你看一下整体感。后面还有我现在身上，因为现在看不太到，但我现在下面穿的其实是一条豹纹裤。我觉得秋天又来了，就是大家混搭，想要混搭或是就是层次穿搭的厉害一点的那种，像条纹啊、直纹啊、点点啊，都可以拿出来穿。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就很适合，就是层次搭配。然后往后看，让我们看一下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豹纹的图案，我觉得很精致。之外呢，它细看它其实是有压折的。给你看哦，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压折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点点光泽感。然后往后推，让你们看一下。少说到我比较狂野的单品，但是真的太可爱了。豹纹是今年就是完全回归的一个图腾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真的一定要参考。那最近我觉得超可爱的地方是它的鸭纹的地方，鸭纹真的看起来真的很精致。我等一下如果整件拿下的话，我就给你们看。然后它的那个豹纹的部分呢，就是它做的蛮细致的，不会让你觉得太大或假假的感觉。然后配这种针织，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慵懒感。那应该可以稍微扎一下，然后再给你看一下，然后弹性，然后重点是它的凉快，非常适合台湾穿，所以你一年四季都 OK。然后如果真的比较冷一点，你也可以搭一个保暖的裤啊或者丝袜可以穿搭。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好用。很喜欢的这种针织单品就是非常好用。之外呢，我觉得大概是所有材质里面除了棉麻之外，我最爱的材质，因为它这个针织呢，我觉得很容易会有个氛围感，感觉比较温柔一点点，或是比较慵懒，看起来就是会就很舒服很自在。那你要不要把它搭的比较成熟一点，就是上班族一点点，然后你要把它搭平常穿一点比较舒服轻一点都可以。那这一款一样是斜肩的，你看它的造型很透，那它有一点分量的，那它不会很热，可是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它是这种粗的针织，但它的整体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蛮女人味的。那它的整个针织你远看的话是斜纹的，那你细看的话是它有这样交错的这种针织织法，然后下摆的地方是锁口。那穿起来我觉得就是如果像我现在等一下是要搭配西装裤，看起来就会比较多贵感，非常的女人味，可以参考。
真的比较宽，比刚刚那个还宽，宽一点。然后下面是锁口的，这边是弹性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但是它这个你要做有点锁口，会让你感觉羽绒会更明显。然后它是有点像蝴蝶袖的效果。然后这边也是有做锁口，往后退，里面有搭的小可爱。这个你平常的话，如果要搭比较贵气一点，你可以我觉得搭黑色的缎光的西装裤。或是真的是小领巾，可以一整套。那我是搭配比较休闲，平常可以穿通勤的。我们会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形状，这个一定会收到。如果喜欢像这种斜肩的，你们一定会很喜欢，因为它质感跟它整体的型真的很漂亮。今天搭配这个西装裤呢，它是加长款的，因为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这个我们的经典的白色的全白雪纺西装裤，到底加长款跟正常常规版差在哪里？就差一个裤长而已，然后臀部都是加宽1公分，然后后面做松紧带的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你们就是因为松紧带它的调整的位置是很轻松的，就是很友善，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。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尺寸，问小帮手都可以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个子比较小，大概加长款的话，大概我穿高跟鞋，大概差7公分左右。所以像我个子小一点的，到可能大概160以内的朋友，其实常规款很快就够了，有一点点穿小白鞋落地款差不多。那个子高一点就可以选择加长款这样。秋冬款很多次，这一款的衬衫它总共有3个颜色。那因为秋天来了，我先试穿这个比较深的深蓝。那这一款衬衫呢，它是偏奶油版型，它就是偏宽松。我就搭配一个即将要再推出的新的窄管裤，因为原本的我们的窄管裤已经断货了，我们这是全新款的最新的白色。因为白色的牛仔裤其实真的不好找，大部分都是米白色。那我找到大概9月中的时候会一起出，那一样是窄管九分的，然后搭配给你看。深蓝色，有个深蓝色呢，它有点牛仔布的感觉，但它其实是棉麻天丝的，很凉快，然后很舒服。那偏宽松一点点，那长度完全可以盖到屁股。但是你说要单穿，我觉得给你看一下，基本上还是穿裤子会比较漂亮一点点，然后或者穿短裤搭配。但它长度的确是我的话完全改到了，那因为它侧边做圆弧状。所以我觉得宽松一点，其实看起来型真的还不错，很有欧尼感，就是有点帅帅的感觉。我往后退，然后搭配球鞋给你看。蓝色的搭配那种白裤，看起来就会特别的清新。
颜色就很漂亮。然后像这种就是我平常最常会搭配的，就是夏日啊，跟去个超市或者是走走，这种是最轻松的搭配。然后通勤也 OK， 因为很舒服，然后防晒什么都刚刚好，又显瘦。然后总共有三个颜色，看你自己喜欢。那如果皮肤肤色觉得困难的朋友们，选第一个的话，我觉得最白的，看起来最显白的这个颜色可以参考。再来呢，针织，准备夏转秋了，针织的大季节就来了，各种不同的样子的针织造型。我今天就一次穿给你看，我今天会介绍三款的针织，那它一样都是这种短袖的。我觉得这种短袖的跟轻薄的长袖是最常用的，因为真的在台湾的天气很好用。那这个第一款呢，这种是会我觉得有一点点老前锋感的，它有点 polo 衫的效果，然后做撞色，然后我试穿的是灰色的。那你细看的话，其实还会有点杂色在里头，所以还蛮精致的。那版型上面的话，我也很喜欢，因为像 polo 衫最怕的就是看着胖。那这个另外一个，这个是老花感，它是十字架的。那它是不是看起来就会比较整体感图腾会比较强烈一点的？那这两款呢，我选择我搭配一样是大家最常我们搭配的那种牛仔裤。平常你在通勤的时候，牛仔裤啊或西装裤是大家最常选择的，舒服。轻松最重要。那我这两款，我就是搭牛仔裤给大家看。老前锋感的那种 polo 衫针织，穿起来就是很舒服，这种很适合上班穿。我往后看给你看一下，因为它这边有做一个锁孔，那弹性跟空间我觉得都是有的。然后它这个五分包袖的感觉，我往后推让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它很喜欢它这个撞色感，就会看起来比较不单调。然后搭配的是车线的这一款发棍裤，它下摆的话的地方是直头的，所以小腿肌啊什么。大腿、小腿，你有点担心的朋友都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款弹性很好，很舒服，真的。如果你今年春夏你就还没有买到弹那个牛仔裤，这款真的你要试试看，因为它弹性好，又显瘦，然后它刚好九分，所以小白鞋也可以直接搭，你不用担心好像搭起来是不是一定要搭拖鞋啊，或者是看起来比较浅的跟那跟鞋才会好看，不用，这款就是可以直接搭小球鞋、小白鞋都 OK。比较轻松的感觉，那我换另外一款。
看起来会活泼很多，然后整体感它这个是更冰丝感的。我在那个官网上面也都跟大家说，这一款是很轻柔、很冰丝、很舒服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然后也可以做混搭。那因为它这一款款式比较特别，我就想要搭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的外套给你们看，看让你们看整体，就有那种比较复古的感觉。麂皮外套，因为这几年都有风，比较复古风嘛，老前风。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米拉的配色，它有点麂皮。今年的话还是很风，然后可能会加一些酒红色啊、紫色的元素在里头。那像这个原本自己家里有的那种外套，简单夹克皮外套也可以，像这种图腾，你就可以这样衬那个颜色，我觉得看起来会很不一样，就是真的很复古的感觉。就不会，如果有点小害羞的，你这个可以加针织外套或背心马甲式的，然后或是像那种夹克啊，或是素色的披肩针织也可以。三个颜色配在一起很漂亮，你故意把头发夹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效果。再来新的一件风衣，这件风衣我觉得很漂亮，它长版的，然后双白扣，然后还有这个细绳都已经是风衣必备。那它的颜色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有点奶茶卡其色。那奶茶卡其色呢，就是很容易，我觉得就是立刻进入秋天的氛围感，感觉好像可以在韩国枫叶啊看枫叶的时候，哇，整体看起来就是比较英文风的感觉。那这一款的话，我就是找最经典最基本的款式呢，但它是偏宽松，那后面可以调整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因为像我个子很小，大概155的身高都可以驾驭，穿起来很不错。如果你喜欢风衣的朋友可以参考。重点是它颜色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。那它这一件呢，它是属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是特别用使用防皱的材质，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风衣会皱，因为大家外套真的很不想整理。那这件的话就是比较不用担心，你基本上回家是要整理，你大概烫过一次，或是甚至你就稍微挂着就好了。那如果刚才说到有一点折痕，你稍微烫一下，基本上你之后就不用太整理。这件我觉得它颜色、版型、整体感，我觉得蛮帅气的，我很喜欢。现在我要介绍这款呢，它是乔王款的针织新出的，它是圆，有点圆，然后有点方的感觉。
觉得很轻薄的针织。这款因为大家每次回来的时候，它这个都立刻烧掉。条纹款是最经典的时候，就是配上风衣，我觉得风衣啊，跟条纹真的是看，我觉得几乎是绝配。那我就一起搭配给你看，然后下面配的是天丝感的很舒服的直筒裤，就是我之前接到很多次，然后配这个，因为想问英文风嘛，我一样是配这个麻花。先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条纹裤、条纹针织配这样这个直筒裤的感觉，然后等一下搭配风衣一起。针织条纹针织跟那个风衣真的很搭，然后往后退。那我这边的话，介绍一下它这个风衣。这风衣很爱的地方是它有做两个扣子，就是手袖的地方，所以我扣到的是里面那个。所以大家最害怕的就是风衣不合身，然后跟风衣在穿你，不是你穿风衣，这一件完全就是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像我个子那么小都 OK。那它扣到里面之后呢，剩下的。我的话就是喜欢它在外面，那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，因为我觉得乱乱的这样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然后你看它的领子啊，跟这边真的，它真的不太容易皱，然后很挺，这个地方位置都很对，然后大翻领，然后双摆扣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后面有那个细绳，等一下可以调整。然后我先穿，先什么都不动，然后让你看一下整体的形状。风衣很多朋友们喜欢想要折一点，它这个纽扣很好的地方就是它设定，它就让你可以紧或是宽一点点可以调整，有两个可以调整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折起来，就会看起来比较修身。你看国外的那种操作，他们照相这个一定会拉起来，看起来就会更 fit， 就是整体看起来会更修身一点点。那我现在把这个直接绑起来，就是很非常的复古的版型，然后颜色很漂亮，它是有点奶茶卡其的。我觉得更适合就是东方人，看起来就是很有朝气。它整体感我觉得很英文风，我真的今天把所有的那个元素都用在里头，然后再绕一圈让你看一下整体感。
中下禁售，然后它这个款式啊，明天晚上10点后就会全部上架，然后一样有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哦。再来是，我真的太爱光泽感单品了，这边完全我私心很爱的一件套组的，我想说大家其实很怕的是单打怎么办，但是其实套组这个啊会收完美的地方是因为它有两件，然后它又可以配一起又很漂亮，那你要分开搭的时候怎么搭，像这一款绿色，我拿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让你比较有安全感一点，这个绿色真的超级美，松紧带很舒服，你可以甚至直接加拖鞋就可以了，很好搭。我现在穿这个一样是那种背心式的针织，洞洞针织，然后配这个绿色的。我往后让你们看一下，这种简单单品啊，有点很柔顺的缎光的下身裤啊，这种轻松的这种缎光裤，它下面如果穿穆勒鞋也很好搭配，然后你想要搭配小背心也 OK， 那种搭配是这个，因为我想做一个撞色感，就会比较贵气一点点感觉，然后带一点点休闲，然后再让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还有它还有香槟色，香槟色也漂亮，香槟色更好搭配。你要整体贵气一点，白色衬衫也搭起来很好看。来，灯光一样，灯光的秋冬款单品，这款呢，我就是要穿给你们看，看我们 PK， 因为你们。缎光的款式有比较多个，但是呢，大家为什么有这样子不同的款式？因为我知道你们上班选择比较少，那你们又要遮袖，然后又要有点正式，让你们搭配嘛。那一个是这个荡领，荡领那种小冰领，可是它有一圈一圈的感觉，有点垂领的效果。那一个是这样，侧边有这个造型。那因为这两款呢，它是有比较多颜色可以选择的，可以参考。那它是这个是比较微袖，那我一样的搭配这个卖掉疯掉的九分裤。九分裤两款呢新出以后都爆炸性的就是热销。这个啊灰色，大家最常问的就是这个高级灰，这个灰色，还有另外一款的宝蓝色。谢谢大家支持，因为蓝色呢也非常漂亮，如果敢穿的话可以参考。那当然最实说的是黑色，那你们可以多试试看，很凉很舒服，然后后面松紧带的。
其实这边是收进来的，有一点点腰身感，但它其实是微松的，很舒服。然后这边有个这个造型，那其实它也不用担心就是这种露的问题。透光的话，里面穿白色，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还 OK。那你担心的朋友，里面就是一样跟我要穿白色小高跟就可以了。简单很简约，需要换穿的朋友，这种有一点不一样，可是用很日常单品可以混搭套，混搭然后里面搭配不一样的感觉。是粉色，反正就是立刻看起来就是气色很好，跟人很好，很有人缘的感觉。然后它因为断光了，所以有一点小打光的感觉。然后它在做造型，它自然会有个这个剪裁，然后是五分袖的。然后往后看，让你看一下它长度在哪，它大概是我屁股的一半，臀部的一半。然后你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感觉有时候你不想扎眼也 OK， 因为它是有点垂坠感的布料。有说过粉跟灰色就是绝配，你们可以看一下灯光跟那个雪纺的灰配起来也是超级配，然后灰立刻有那种很贵气的感觉。天的特殊的套组回来了，这个这是腰封的长裙，然后颜色是有点卡其绿的，有点褐粉裙，然后搭配最经典的、最简单的白色 V 领的衬衫。最基础的
Billy 衬衫，然后呢，他家是Billy 的嘛，那他的款式呢有个类似款，也是像这样子，完全素面的，然后另外一款是 Billy 有个最是，就很基本款，又让你们换穿，因为它很方便，很好穿，然后很好搭，然后重点是它有尺寸之外呢，它还有就是款式，然后还有尺寸，然后加上它很好搭配。很修身，所以我很常拿来搭，像这种课本宽的啊，下面是比较宽的，或是西装裤是宽的落地的，我就会觉得像这种款式就是很好搭，因为很修身。它是有附一个这个，焦黄色的腰封，它就这样整体感很好，所以我就想要整体让你看一下。那很简单，你就可以搭配那种素的高跟鞋、娃娃鞋，很方便。然后整体就是立刻赫本感，就是完全完胜。我想，你这个腰封可以搭，也可以不搭，然后你可以搭别的，然后这个腰封可以用在别的地方，就很简单的一个造型，可是很有型，就是我觉得很好搭配。尤其是今天如果是要比较去正式一点，我觉得上班这样子是很有风格，然后又很简单。新款的这个，今天都是斜肩，今天有三件，这个加上这款的第三件斜肩的单品 T 恤，条纹 T 恤，弹性的，很可爱，它的侧边地方还有做一点点像这样的抓皱，然后它的弹性非常好，很舒服，很舒服的那种棉 T， 然后搭配这个长腿的这个休闲裤，这一款呢，它颜色出很多。我这次以这次试了四个颜色给你看，然后它这个啊，我先试穿这个粉色跟这个深灰，因为它这个四个颜色真的很可爱。那我先这两个颜色啊，我想要配休闲一点点，然后另外两件我配针织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有比较休闲款的，有人比较通勤款的，给你们看。今天穿的这几个单品都是我平常一定会穿的，这个条纹 T 就是主要是每次我上这种条纹的单品都一定必大买，因为那种条纹不管 T 恤、针织、衬衫各种
大家都很喜欢，因为真的太好搭了，也很容易营造出一个风格的感觉。那它这个地方松紧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等一下不容易抱起来，很喜欢这个。然后如果你不要太真的不要太像刚椅子领的话，你可以用斜肩也很好看。那它这个松紧带很不错，材质上面也很轻薄很舒服。那我现在配的这种休闲裤，觉得整体感觉看起来比较慵懒一点点。这个粉色是有点皮粉色，比较柔一点点，就是很温柔，整体感温柔。那裤长的话，对我小个子来讲是比较长一点的，但这一款真的很受大家好评，原因是因为看起来真的很显瘦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今天你个子比较小，你不想改，那我的话，因为我很满意它裤长，因为我可以穿厚底的球鞋，看起来就会很高。那你平常怎么办呢？你又就是只想要穿拖鞋，我就会直接。我之前已经介绍过的这个，我直接反折一折。平常呢，西装裤啊、休闲裤，基本上我都是用这个方式调整，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想要长一点点，那有时候你就会想要短一点。那基本上我现在折一折，它是刚好在我穿拖鞋的话是刚好落地感觉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裤子容易脏，因为就是刚刚好在这个地方。要准备下雨天，这样，那下雨天的话就可能这样子，但基本上我就是折一折就够，所以个子高、个子小的朋友都不用担心。我非常喜欢这个粉红色，因为看起来就是立刻人好温柔，很舒服的，然后是比较。偏韩系的那种粉色，混一点点灰的。那我现在穿深灰色给你看。我穿深灰，然后搭配新款的针织，它是。像这样子，一样是条纹，但是它是有粗跟细的这种编法的针织。然后我现在配黑的，然后配杏色。那杏色跟卡其呢，我会推荐，如果你平常很喜欢奶茶系的、燕麦系的话，就选卡其；可是你平常很喜欢比较清冷系、茶歇系，看起来就感觉比较干净一点点，然后比较文青点颜色，你就选杏色。这样，然后我现在换这个。它的黑色，我故意用黑色去带出它这个清冷感。
最简单的这个当真知加抒情故事，完全氛围感不一样。他就会觉得上班通勤超适合这个穿搭，然后整体感啊休闲感的氛围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真的很不专业。我好好看，让我们看一下整体感。针织，然后它的弹性，然后是属于短版的，但是它到裤头以下啦，这是整体搭配是很 OK 的。你可以搭你的牛仔裤、西装裤都 OK， 然后短裙啊，然后这种像这种条纹的，我还会搭吊带裤，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有造型，然后比较翘，有点俏皮感。奇色，黑白色就看起来就是很清新感，然后又带一点文艺感的感觉，然后它的粗条跟细条的效果不太一样，然后间隔也不太一样，然后往后推让我们看一下整体感，然后配我这个卡其色，我们看一下那个清冷感的杏色跟卡其色，大家常会搞不清楚或选不出来。然后我刚刚说的就是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看你是奶茶派的还是清冷派的，很简单。然后我现在的卡其色啊，看起来颜色的话，真的会比杏色再重一点点，可它整体氛围感是不一样的。OK， 然后这款呢，它是比较新出的针织，新天总共介绍三款的针织。然后一样都有不同颜色可以让大家参考，然后一样所有款式都会在明天的傍晚之后会提供大家的直播清单，然后明天晚上10点后都会有全新的新品。来呢，这个乔王款，这个一样是缎光款的，非常美。它跟另外一款就是裤子款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这一款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是属于侘系款的那种清冷系的洋装。那它的洋装是上下两边分开，它下身裙跟这个长版的背心穿起来就是立刻很贵气，可是它是很就是优雅的那种。然后是它是做的这个颜色是香槟色，有点香槟米白色，然后所以整体感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像打光一样，整体穿起来就是会立刻很像珍珠一样发光。那我现在穿它的那个这个版型，那它呢，因为它是偏宽松，可它因为布料关系要吹吹在身上，所以会制造一种比较慵懒的感觉。
上穿一个什么可能搭配，然后他这个地方是做这种挖肩式的削肩式的，然后后面是 zero 绕过去，然后下摆地方就加往往推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它布料是很垂直的，然后缎光超级美，就是很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比较正式场合或你比较 lady 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整体是 OK， 那它分开穿戴也 OK， 像这个的话我平常的话会比较常戴牛仔裤，牛仔裤白裤啊搭起来会就是会有比较充足感，感觉牛仔比较休闲，然后这个就比较优雅一点点嘛。那下面这个长裙呢，它是松紧带的，然后往后退让你看一下整体感，非常的贵气，就是有点很优雅的那种，可是它也有点带一点轻盈感，跟刚刚前面的缎光的这个松柏绿感觉不太一样，供你们参考。今天要穿的这款是已经上新杭州的针织，那这个的话布料目前为止。现在穿的话会偏热一些，所以它是比较有分量的针织，那它都是细针织，很简单。可是它很可爱的地方是，这个它的裙子是这种百褶的非常老前锋，然后配一个皮带。那这款的话其实版型穿起来是比较合身感的，那给你参考。那它布料的话真的比较偏厚重，所以真的要比较冷的一点点的时候穿。老前锋的套装又来了，这个 B 领的针织，然后它是长版的，那我是在里面扎进去，那因为它这个是本身是偏合身式的，所以会推荐比较 XM 朋友比较适合，然后它有弹性，
但如果老实说，我觉得 S 号你穿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它这边有皮带，然后双层的，你就扣好就可以了。然后它是这种百褶的，看起来其实整体感穿起来真的很美。但是它的尺寸的话是 free size，所以就真的比较推荐 S 号跟 M 号可以拍，那更推荐 S 号。那我往后推，让你看一下整体感。那我搭配的是长靴，就整体很帅气。然后到时候冷一点啊，还可以用配你的针织毛衣、长版毛衣或者是大衣、夹克、风衣都可以。真的会老天空的那种，风格，完全它就是版型啊，各种，它这个你可以自己来混搭。那它整体，因为它是整套嘛，整体穿起来大概这样。然后我把里面这个毛衣呢往外拉给你看，那你也可以自己混搭。然后下面这个裙子你可以自己混搭衬衫啊、其他也 OK。外拉就这样的感觉，其实有一点点女生感的效果。然后往后推给你看哦，喜欢的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风格，其实我觉得它有点 Ralph Lauren 的那种氛围感，就比较老前锋的那种贵族学校的感觉。然后它其实也蛮素的。所以其实，如果你想混搭，你这样子搭之外，你还想搭？像我的话，我会搭卫衣、帽 T，然后搭这个裙子，然后这个呢，我可能里面会搭衬衫，就可以自己这样做调整的混搭这样子。再来呢，就是这款我真的爆，我已经爆色了。因为我现在是对同色系的套组真的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因为我觉得太好搭，太不用烦恼了，而且整体感真的很赞。这款呢，它是近看的话，里面是坑条的针织，那这件没办法，因为就是基本上衣服的话都会换季的话比较快一点。那像这样颜色啊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还是立刻爆色。像这两件，我身上这件跟这件。基本上它都有一点点厚度，也就是说你要等一下下才能穿。但它颜色真的蛮美，如果要出国的、要去日本的、要去韩国的，比较容易快点变冷的国家，你就可以先备起来，就可以出国的时候就可以穿，非常漂亮，而且拍照绝对好看之外呢，你本人看起来也很瘦。那这款还有别的颜色，你可以参考。那我等一下会单穿给你看，然后这样配腰带给你看，不同感觉。先给你们看材质，弹性很大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很舒服，很亲肤，完全不用担心，然后也不用担心热的部分，就是像那种很舒服一点，你热一点，有些材质就开始痒痒的都会，然后往后退，那它长度你可以参考一下，在我的小腿肚的下方，然后那个宽
肚的部分也注意一下，因为最怕就是这种，最怕就是看到肚子，但这件不会。你可以配一下那种小香风的，那我刚刚原本是配拖鞋，小香风啊，什么挖鞋或穆勒托都可以。针织的针织类，然后同色系就立刻看起来就温柔一点。然后你想要帅气一点，可以选灰色。然后我现在用皮带给你看，看质地感。皮带啊，立刻很贵气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你自己的风格。然后我觉得同色系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朋友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，我觉得有个重点看起来会更贵气，然后会很加分。然后我下面配一个小香风的这个娃娃鞋，很舒服。然后它下面是有软垫的，然后软 Q 型的，所以放心购买。然后往后退，你们看一下整体的感觉。谢谢你们，晚安。